蛤蟆甲菜粿斗阵煮安尼，哦，听起足好食。哎，原味足甜的啦。是，啊，咱今日准备的材料有菜粿一条，蛤蟆300公克，姜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这个菜素，有影做起来本钱免59块啦。咱试看卖，你就知嘛。来来来，对不？这蛤蟆，蛤蟆一斤才是40-50块尔。对。啊，咱讲要用这只蛤蟆，无。这安尼炒滚锅嘛，对。滚锅。咱今日炒用炒半，看变个半滚。免啦，咱差不多1/3的量，我甲捏起来，好不？吼、哦，啊1/3的量才偌济，20块啦。哦，好不？我著真营养安尼，安尼甜味就有够安尼。对，啊，咱的菜粿就免讲，菜粿更加香嘛，是10-20块一条。对对对。啊，姜还有2-3块，那你啊，我再准备一碗清水。哎，这水滚了哦，吼。啊，这阿吉已经透刷过嘛，吼。透刷过啊。嘿。你讲到重点。对。透刷过也是你甲我咧讲。对。有当时啊，咱观众朋友唔知影讲，到底是不是肯定每一粒拢透刷？哦，啊，拢会有一点啊怀疑，对无？对对对。哎，真啊，20粒若有一粒无透刷，煮起规锅啊，都海了了啊。好，来芝麻滚水哦，好，好，我来，哦，用这个嘛不要紧哈。来，咱放落来哈。对。来，我放来这哦。嘿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来八，八秒钟，八秒钟就好。这烫这是什么意义？烫一个什么意义吼？咱头拄仔水滚落去跳吼，肉无熟，但是即摆卡吼真烧。哦，温度已经有啊，就对啊。温度有啊，所以咱即摆卡的温度内底会刺激伊，即条蛤蟆边啊有一块迄个地头，伊开始会放松，流流啊开开。对。但是无真开哦，因为若真开，惊蛤蟆汤会走啊内底，对嘛袂使啊。是。所以咱即摆要安怎？来以后来，咱即摆只吼，咱哦镜头提较慢的吼，咱甲放起冷水内底。啊！如果放落去冷水内底，让伊降温。来降温以后吼，咱注意看吼，咱都要来做检验的动作。就是看有刷无刷的。对，吼，所以讲咱即马来吼，来咱放伫遮镜头较清楚。有无？咱即马烫过以后，你即马吼，真简单，手安尼撩撩小白者，伊真好白。来，我来帮你白。你看，安尼是不是开开？我头拄有洗过手啊，吼，所以我无当手较滑稽。对啊。我你有影？哦，啊，这肉是不是拢安尼清清净，水分拢无走去，有看无？这来摕来生啦，做好。对啊，有无？你看真简单，咱一掰开肉拢生的啦，有救去无？八秒钟。对对对。有无？就八十，哦哦哦，有影呢哦。有无？吼，啊，你就会当检验讲每一粒每一粒确实拢无刷。哦，我跟你讲，食物件来食到好食吼，上解讨人厌就是讲内底走刷出来。对啦。有无？每一条是毋是拢足清的？来，咱来看安怎完成。好，大家拢饱饱啦，啊刷拢透甲足水的。对，对啊。莫忘记哦，八秒钟，唔是八分钟哦。对，起码阿吉在你哪弄？啊，我甲观众朋友开讲。好啊，好啊。来，这个蛤蟆吼，嘿，那我那边保存的时阵吼，其实嘛真简单啦，吼。你甲这个蛤蟆咧，留下个洗好清洗了，吼，啊，甲这个外口切条较大的，放在塑胶袋里面。你说这个独柜坑啊，啊，坑个冷藏，对，至少一两天以外是保持做新鲜的。哦，对，好，这是一般人西式料理较常安尼用嘛。哦，你西式安尼用，不中式，一般人拿你煮的时阵，就食青的，迄个机会较无遐济啦，拢会去煮熟。但是安尼控制完以后吼，啊，若要摕来煮食的时阵，稍微常温解冻就可以处理了。哦，啊，这把是赶快使用，爱用特别的对。对，啊，你又能够吃出原味。对。煮菜粿吼。咱若是用蛤蟆钓鱼的话，咱都唔免去用肉汤，对，因为蛤蟆较甜啦，蛤蟆较甜啦，一定都爱丝瓜跟蛤蟆爱分开，先弄丝瓜好嫩，对，因为蛤蟆最近就熟啊，是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不过有观众朋友伫厝的哦，有当丝瓜嫩啊，啊你食到迄个蛤蟆无肉，无肉，丢了了，对，来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即马规拢吸熟啊，你看有青啊吼，咱一点点仔的水就好啊，点仔水就好，不要太多哦，不要太多，爱掺这些水类。一点点的水吼，原因是啥？咱因为咱较等下要依靠这个蛤蟆的汤是无够的。哦。啊，无够的话，咱即马就是讲看伊这个汤加一点仔菜粿的原味伫内底。哦。安尼。啊，无等下你再当然这个汤落去了，啊，怎样挥发去？结果拢无食到味。啊，嘿啊，无食到味。对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对。啊，你当然就透过啊，对不？好来，当然透过这个时阵吼。嘿。来，咱头拄汤好的这个菜，这个蛤蟆有无？蛤蟆接你甲看。哦。这拢汤嘞。这拢甜味啦。所以我就是头拄仔水买掺遐济，哦，安尼了解吼。是，吼吼。啊，拄个掺起来，起码我甲翕一个。啊，等于就敢那用吹嘛。对哦。对哦，吹啊，甲这个汁啊吹出来啊。对哦。咱即马是利用菜粿的这个水气喷开，逼起个蛤蟆会多好些。好，起来就好啊，唔好想过久吼。对。盐一点点嘛就好。对。
哎、欸、啊，这蛤蟆干不是本身有一点咸度，所以不要掺上这。莫想这，嘿，好，咱即马注意看。我伫上尾，你再掺这个盐，我就随便缩短伊这个变乌的这个时间。哦，好，来，我即马我甲翕一个，来，观众朋友，咱注意看哦，因为伊是蛤蟆，对，伊若不是蛤蟆，咱就卖安尼做，因为伊是蛤蟆的话，我即马翕好啊。起锅之前，我再把姜丝割进来。刚才蛤蟆汤艺术相关。对哦。哦。啊，这个物件的功能是什么、嗯？我们在学食品科学的时候有提到，姜啦坑熊炸，它会阻碍了一个腥味的脱臭效果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那但观众弄唔对啊，一般咱嘛姜掺就先炒，啊再开始炒，步骤弄唔对去啊嘛。对。所以针对到这都是蛤蟆的部分，你一定爱安尼炒。啊，来注意看哦。我就很快，你来看一下。姜味拢出来哦，姜味拢出来啊，安尼会使来，迄关好我，你唔通讲要我插花又插啥？你看哦，但是蛤蟆佫巴巴咧哦，吼，唔是像咱正咱正咧插拢安尼破破安尼揪揪安尼。对，来，我即马吼来，哇，就足赞的啊！来，我就可以铲出来了。有影爱用吸的啦，吼，有影用吸的啊，甲一只蛤蟆放咧这丝瓜顶管吼，他妈用吹安尼，啊，吹带安尼，扒嘴扒嘴安尼，吼，就赞就赞。有无？有影吼，咱这个丝瓜吼用起的吼，有影这个颜色拢给出翠绿的。啊，真金头啦。对，真金头。对哦。哦。该有的拢无走去嘛。嗯。对不？嗯。哦，你汤头够好个啦。嗯。哦。啊，比赛有影开眼界。原味。你规个蛤蟆的这個。球多啦，甜味两个，一个在蛤蟆顶干，啊，再无这个蛤蟆的这个，这个甜味，嗯，差足侪呢。是啊，是啊。来，今天过来啊，过来啊，你用啊，你用啊。啊，吃那个安心啦，因为大家拢透刷透。对啦，你目睭开开。